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5月18日，奥巴美扬宣布回归国家队。皮尔·奥巴美扬今天在 Instagram 发文，他表示与加蓬总统对话后，自己决定重回国家队。皮尔·奥巴美扬在2022年5月宣布从国家队退役，但他现在表示，经过与加蓬总统的一番交谈后，自己决定回归。皮尔·奥巴美扬写道，几天前，我无比荣幸地获得我祖国总统的接见，同时，我得以聆听他传达给我的那些充满智慧的话语，就像一位父亲在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。因此，在会面之后，我将再次为我的祖国效劳。我们之间已经有过沟通。一日为加蓬球员，一生为加蓬球员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